洪水来袭已经经过了147天了，除了鱼以外，幸运搭上方舟的动物才得以幸免于难。身为船上的大厨，我一定会尽力保持肉食动物跟草食动物的和平。至少吃我的食物，不会让他们有吃掉对方的念头，对吧？ 诺亚方舟大冒险，2月3号晚上8点，就在某某亲子台。